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破空与自孤呢，我们继续上一期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在上期中呢，我们讲到啊，这个新小飞小尖这个角呢啊，有这个点的啊，这个以后的种种变化啊。那么这个角呢，大家觉得？概念上肯定就是好像是挺结实的一个手脚，那么其实啊，这个随着这个棋局的这个变化啊，这个情况的变化呢，这个呢，厚薄啊，都是呢在这个转换当中啊。其实对于这样的角，不光只是这个点三三啊，其实黑棋啊，如果就是周边有了子的时候，这个变化就是说呢是非常多了。那么比如说我们看看啊，比如说黑棋现在外面抢大场，比如说抢到了这个啊，抢到了这个啊，先拆嘛，拆过来啊，不管是比如说这边有子啊，我先拆过来，这都很正常啊。甚至于来说，那这边也有个别子的话啊，也有子的话呢，那么这样的大家呢，或者说想象中的那么坚不可破了啊！坚不可破。我们先看看啊，假设有了这样啊，这边有了个别子力以后啊，那么这个角上可做的文章呢就多了啊，就多了。比如说像这个点当然依然还是有的啊，但是呢黑棋呢啊，另外呢还会产生一些呢更加多的一些这个变化。那么破这个角的话，黑棋呢还有一个啊。相对来说呢，更比这个点角更严厉的手法啊，大家也许知道，那就是呢，点在这，这个啊可以说是让这个白棋啊会比较啊头疼的一个招法啊，比较头疼的一个招法。这个白棋啊，这个防守起来就变得呢比较困难。变得比较困难。那么白棋啊，我们来看看怎么应对。如果说啊白棋想稳健点呢，顶是可以的啊，这个顶。那么黑棋呢肯定是什么呢，藏一个啊，藏一个。白棋搬啊，那么呢黑棋就爬回来啊。那这样呢，虽然啊白棋是稳健，但是这个目数啊可以说是亏损巨大，亏损巨大啊。这个整个角呢一半呢已经被黑棋掏走了啊，掏走了以后呢还留有这个家的味道啊，还留有这个家的味道啊，加你的力啊。那白棋有个点是吧，那么以后呢这边又有不少呢借用，同时黑棋这个爬回来以后呢这个自身啊也得到了一些目数啊，把这个子呢也加强了啊，这以后还可以冲断。这样呢当然来说呢是黑棋便宜了，白棋呢肯定是不太肯的啊，不太肯的。那么不太肯的话啊，白棋呢要想反击呢也得小心啊，也得小心。白棋啊，如果说我不从里面搬，那么我从外面挡住呢，这个呢就危险啊，危险了。这个黑棋呢可以飞啊，这样白棋啊由于自身外面啊留有一个明显的冲断的毛病，想杀这个黑棋啊，可以说呢是比较呢困难啊，比较困难啊。如果尖的话，那么啊黑棋退也可以，顶也可以啊，顶。那么白棋来杀的话呢，黑棋就虎啊，点或者是靠啊，可能是点一个呢，
是常用手镜，但是呢明显现在呢是不行。黑鳍一冲断啊，白鳍呢就是一个崩溃的形状。由于这个黑鳍这个脊啊是个纤手啊，这个脊呢是个纤手，不是太好啊，不太行。如果不煎着杀去搬着杀，那么呢局部呢就已经呢是一个打结了啊，是一个打结搬啊，黑鳍一断啊，你爬呢黑鳍就搬啊，黑鳍就搬，白鳍立是吧。黑鳍张呢，可能就是说要根据情况来看，可能也行，但是呢黑鳍简明点呢就铺一个啊，这样呢形成一个结啊，这个打赢了的话呢黑鳍收获是非常的大啊，非常大。白鳍外面啊还有可能没有活啊，这样呢白鳍呢基本上呢是不行的啊，基本上是不行的。那么所以呢这样啊，黑鳍可以说呢在脚上已经成功的出奇了啊，出奇了。那么我们刚才看了啊，这个顶呢不是太好。那么白鳍呢可以反击。一种呢是并啊，就并。这样呢黑鳍呢当然也有招法啊，黑鳍就是说小尖。白鳍呢继续杀啊，黑鳍挡住，白鳍挡住啊，这样呢等于呢是确实呢是这个杀掉了这个黑鳍啊，但是呢千万不能高兴啊，虽然说是杀掉了对方啊，是杀掉了对方，但是呢这个棋啊就是说实际上呢黑鳍呢已经呢有了许多的便宜啊。为什么呢？即使这边没有子啊，就在这一带没有子啊，但是如果这一带有子的话那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啊。即使没有子，好像白棋吃掉了黑棋，但是黑棋呢一点都不亏。所以这个空呢看上去是白棋的是吧，是白棋。那么黑棋啊这个在这里啊就是说呢以后有种种的借用啊，比如说不说以后几段啊这个可以呢弃子啊，让白棋呢去收弃子，即使不用这个招法，那么黑棋注意啊，大家看看，首先这边二路点是绝对的这个先手啊，绝对先手，那么白棋只有硬住是吧。那接下来呢这边一小尖又是绝对的先手啊，因为这个黑棋一立是先手，脚上就活了。白棋呢要想杀呢还只能走在这啊，走在这。那么黑棋通过这两边这一二路的先手便宜以后啊，局部来说啊已经呢就是便宜了，已经便宜了。大家想想，等于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们这里先点到一下总是便宜了吧，这个形状，我小尖一下你还没挡又得往回缩，这个黑棋本身呢首先就是说是不吃亏的啊，不吃亏的。而这里面的这一串的交换啊，里面的这一串的交换呢实际上呢还是便宜的。为什么？以后我即使走上来啊，你白棋外围只要是没有两个眼的话，里面还得收棋子，还得收棋子啊。这样呢这个可以说呢是依然啊就是说是黑棋呢是成功的啊，成功的。虽然说没有活出来，但是呢黑棋在外面已经呢便宜了不少啊，便宜了不少。这个黑棋可以说点入啊，这个还是成功的啊，成功的。那么你这个
病呢并不就是说可怕啊，黑棋就小尖就行啊。那么白棋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可以说是最顽强的呢，就是小尖，哎，小尖这个，这个可以说是面对这个点啊，这个最顽强的这个招法啊，最顽强的招法。当然黑棋呢也有应对之策啊，应对之策就是大家只要是说思路清晰啊，清晰一点的话呢，那么这个不要拘泥于去把这颗子活出来啊，那么黑棋呢就有呢这个好的方法啊。那么黑棋接下来呢可以顶，可以顶。白棋呢自然要守住啊黑棋这个棋。白棋呢如果退呢显得呢就是说这个不是太好，没有紧住啊黑棋的这个气，没有紧住黑棋的气啊。如果退一个的话呢，那么黑棋呢可以呢在这里就可以呢点这个啊，可以非点这个，这样白棋呢不是太好啊，不好。白棋怎么挡啊？如果搬的话呢，那么黑棋就爬啊，这个爬，爬完以后呢，下一步由于要拐，你退呢，它就可以拐了啊，它就这地方就可以拐了。这个呢，白棋不行。那么如果你挡住的话呢，那白棋再搬出来啊，这样的话，由于这个还是先手啊，这个还是先手，这个白棋呢可以说黑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啊，成功。虽然我局部呢暂时啊还没有完全活，但是这个气啊还是太长了啊。病也可以，当然呢看得清的啊，我们找个最简明的就跳啊。那么你只有搬啊，黑棋粘上，白棋呢粘啊，粘完以后啊，你来杀我，虽然暂时这个局部呢是死了，但是黑棋气比较长，同时借用呢比较多啊，这个黑棋呢可以从这里挤出来。这样的话呢白棋啊是会非常的累啊，非常累啊。一旦收气吃，那这个肯定就是白棋呢是亏损的一个状态啊，因为这个角如果你收气吃的话，就是说等于全填上啊，全在填上，角上也就是这是14啊 ,15, 16目棋啊，这个外面一包啊，这个肯定是白棋呢亏损。同时呢黑棋急上不走啊，在外面这个点是吧，这个小尖还呢都是先手便宜啊，都是这个黑棋的先手权利啊，黑棋的先手权利。所以白棋啊依然呢和刚才那个图呢大同小异啊，这比如说你要吃我，那我再一尖啊，这样我即使死在里面啊就算走，你呢还是非常的痛苦啊。这个一旦做不出两个眼啊，那么呢脚上啊又得呢这个收气吃啊，收气吃啊。那么所以说啊通过刚才的这两个这个变化图啊，跟一些就是说变化图，我们呢可以就是说清楚的看到啊，理解一个根本，就是说我来破你这个脚的时候啊，就是说并不是一定呢非要活出来啊，我只要在脚上留下很多余味啊，留下让你这个收气的这个味道啊，那么呢你呢就我呢就可以说是达到了效果，便宜了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破空的啊一个基本常识，不一定非要把它活出来。好，我们回头再看看白棋的其他应对。
那么顶的时候啊，我们刚才说了，白棋这个推啊有点松，有点松。那么白棋的对还是团住啊，一定要紧住气啊，一定要紧住这个气啊。这个当然这个团住的话呢，黑棋啊也有几种下法啊。黑棋一种呢就把气藏出来，弯弯啊。白棋要小尖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干脆，干脆呢就是说呢大家也许觉得挺奇怪的啊，哎，这样黑棋不是走成了一个后手死吗？啊，后手死吗？这个那不等于在送死？其实呢这个不然啊，有时候呢根据周边情况啊，打个比方这一带黑棋这一带的，比如说有个子啊，有个个别子的话呢，他有时候啊他就走个后手死，你也很难受啊，你肯定得补是吧。但怎么补，现在黑棋脚上他气呢比较长啊，这个补起来就是说非常头疼啊。由于这里黑棋有挤啊，你也不能轻易被它断开。如果说那我就不让它断开，把这个牢牢唬住那么呢又回到老套路了啊。黑棋这里便宜一下啊，这里再来一下啊，本身就已经不亏了。那么你吃我的时候还得小心，在外面时时刻刻得保证自己两个眼，一旦没有两个眼的话啊，这个是局部的手筋，黑棋一走的话还是个板五的大眼啊，这个白棋就完全吃不消了啊，要收气吃的话这都不知道收多少气了。所以说啊，即使有时候啊黑棋就走个后手死，死在这你啊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啊，你在这外面不能轻易活的话啊，轻易活。但如果有时候情况不一样啊，那么黑棋走后手死不似乎不太明智的话呢，那么我暂时不走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几个交换呢本身没什么太多损失，我这个依然保持着先手小尖啊，先手小尖的这个权利。这个就是说因为以后一般是吧，一虎这个脚上呢就要出棋了。同时呢在外面啊依然保留着这个点的先手味道啊，这个先手味道。这个点呢你如果一不硬呢，我这个有可能直接呢一挤啊就要出棋了，你粘上我就打吃打啊。那么等于说黑棋的这些先手啊依然是存在的啊，比如说我现在哪怕就现在就点一个啊，比如说是或者这里有个子，那你一防守呢它还是这样啊，这个又变成这样了是吧。你要是走这个它这个依然是先手啊，这个帮了虎还是有的啊。这个就是说留下种种余味啊，反正呢本来就是你的空啊，当做你的空的话留下种种余味，黑棋外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借用，很多的借用啊。这个呢是可以的啊。那么如果假打个比方这里有个子啊，这一带有个子的话啊，那么黑棋就可以更厉害了啊，直接点这个都行啊，直接点这个都行啊。你要是挡住呢，我就轻轻一挤，这样就已经活了啊，已经活了。这样呢这个白棋啊就是黑棋啊在里面还有是有种种的手段啊，种种的手段。所以说呢甚至于来说这个点啊就是还是让白棋啊非常头疼一步棋啊，黑棋时时刻刻呢可进可退啊，这个破白棋的这个脚呢就是说呢是比较这个积极的啊，相对来说呢比这个呢要厉害，要厉害。
大家啊觉得这样，哎，这个已经能点到这啊，让他头疼啊，那比这个呢就已经好像厉害了不少啊，厉害不少，大家觉得非常的满意了啊。那么但是啊，这个呢说实话啊，还不是破这个空的终极手段啊。这么坚固的一个小堡垒啊，黑棋在这个局部啊，如果说这里也猜到了啊，比如说我猜啊，如果说走成了这个样子的话，这里面还有更加严厉的这个终极手段啊，所以说这个白角有点这个危险的感觉，这个或许是大家呢意想不到的啊，意想不到的。白棋也不好意思补吧，是吧？大家在说，哎，那我补一个，这个显得有点太委屈了。那么如果啊这样形状，大家注意两边被逼住的话，这个里面啊黑棋可以说还有更加严厉的终极手段啊，那就不是这么点一下啊，也不是这么点一下来破你的空了啊，这个最厉害的手段在哪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啊，这个破起空来，那就是这个是同时啊还威胁着白棋，这个是相当的厉害啊。首先如果你退让，那么呢这个黑棋就爬回来很舒服啊，先爬一下也行，不爬也行，不爬呢保留一个这个跳的手段啊，跳的手段，这样呢白棋可能还得后手硬一个，还得后手硬一个啊，那这个黑棋先手掏掉呢是非常的舒服啊。如果你靠住呢，那我就冲啊，你张的话呢那就这样冲穿了，是吧？那这个黑棋收获呢也明显是非常的大。那么白棋啊，这个大家当然想的，哎，那我当然挡住啊，我干嘛怕你啊，是吧？那么挡住的话呢，这时候黑棋有连贯的好手，继续二路点。这时候呢白棋可能不见得敢用强了啊。那么黑棋呢就爬回来啊，这个黑棋这样爬回来收获呢还是非常的大啊，以后呢还可以继续爬啊，来搜刮一下这个白棋，黑棋是非常的愉快，这个角啊就是说可以说是所剩无几了。但白棋现在好像呢也不能挡，如果说继续挡的话，那么这时候黑棋再冲，注意这个次序啊，你不要先冲，先冲再点损了那他肯定算了，先冲先点再冲啊，再一小尖，这个白棋就头就大了啊，因为黑棋里面不但活了，由于白棋有个外面有个断点不能杀黑棋，那么黑棋一旦活了以后，白棋外面整个都立马啊可以说要变成这个孤棋啊，要变成这个孤棋，这个白棋基本上可以说是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啊，你现在不能杀啊，不能杀，是吧？你一杀的话，大家注意就是别去粘这一下就行啊，先别粘自己撞气了，先断啊，这个就白棋就属于崩溃的状态啊，不能杀，外面补呢被黑棋脚上一活啊，这个白棋外面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很难，所以这个挡呢也是很有危险，很有这个风险啊，很有风险。那么白棋还有一种硬法呢，就是压啊压。注意，这时候黑棋可以爬回来了，但是呢，如果只是爬回来的话呢，这个所得不多啊，因为白棋就唬住你顶住，这个帮还是先手。这样呢，黑棋只是后手呢得到了一些目数啊，这个白棋脚上呢没有任何的毛病了。这个呢，肯定是黑棋呢，不肯的啊，不肯的啊。注意，这个等于刚才我们是这样的形状啊，这个变成这样了啊，或者说你是这样的
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所以白棋压的时候，黑棋不能暂时就满足，黑棋呢可以继续啊长，这个呢是可以呢很严厉的啊。那现在只能拐了，白棋，黑棋就小尖，白棋尖啊，黑棋就挡住啊。由于有个挤的这个啊毛病，由于有个挤的毛病，白棋呢接下来没有办法去强杀。如果你去强杀的话啊，这个黑棋脚上气比较长啊，这个提都是先手，那么再一挤断的话，这个白棋啊作战呢被分成两块啊，这个基本上是黑棋呢要杀白棋了，要杀白棋。所以白棋呢这样呢不能杀啊，不能杀呢只能在外面，这个时候啊在这个外面呢就是说去寻求一些借用，但是呢这个也不好寻求。比如说你靠的话，黑棋就搬啊，你就是说走一个啊，等到黑棋做活之前，他顺手哎把这些官子给你收了，是吧？你团住呢我再补活，甚至来说啊，补活之前我又顺便把这边官子啊，这边便宜啊，就是说可以走到这样的话呢黑棋啊我倒是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舒服。白棋啊时时刻刻还要注意自身的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的安全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黑棋啊非常不错的局面啊，不错的局面。所以说那么在这样的啊情况下，就是说在这个角两边都被逼住的情况下啊，那么这个点可以说呢是啊非常严厉的造法啊，这个让白棋啊难办啊，这个白棋是不敢呢跟黑棋啊这个正面呢作战啊，正面作战的。实际上这个白角啊还有很大的问题，唯一的黑棋就是注意一下呢这个行棋的这个次序啊，先点这个，不要先点这个啊，先点这个的话呢，那么你再点呢他肯定就算了啊，他肯定就算了啊，算了，是吧？那么这两个呢就亏了，先点这个他挡的时候再点这个啊，不要先冲，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次序啊给记好啊，先冲损了他也退让了啊。那么总之来说呢这个点的时候白棋啊是非常的难办啊，大概只能选择呢或者并啊或者靠等等的一些这个至少来说是退让的啊一些这个招法啊，退让的招法啊。那么也就是说面对这个角啊，除了这个我们最开始上期讲的这个点啊，在周边子弟不多的情况下啊，点呢可以就是说呢看看白棋的态度啊，获得一些便宜。那么有了这个子以后呢，大家就可以考虑啊这样点的这个破空招法，逼住对方的话啊，逼住对方的话，那么呢点在这是呢我们这个首选的这个招法啊，首选的这个招法，这个招法呢也是非常的严厉啊。所以说啊，看上去我们平时来说啊，这个经常觉得轻小飞小尖啊，一个非常啊堡垒式的这个手段，但是实际上呢没想到黑棋在里面还有种种的啊这个破空的手段啊，大家呢这些都值得呢大家学习。好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